Hello，司机，我觉得也很好看啊，因为它很有那种绅士的味道，所以这一次呢，我觉得自己，我觉得这一套也非常好看，然后，它将我的身材展露无遗，就会有点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说不太准，我觉得还是要来问问看大家的想法，看。这两套啊，观众朋友比较喜欢哪一件？好，我们来看问一下，专业人员的意见。啊，我想请问这位医生，你觉得？没有，其实就是这是他们店的特色。然后，他们都会穿这样子的外套。那你觉得哪套比较好看？我那个可以穿礼帽。所以，专家的话呢，你可以选择要听。那各位猜猜我会穿哪一套？如果你要知道我穿哪一套的话，你要尽情锁定每天晚上6点的娱乐百分百。这样 OK 吗？接受。那我